跟住咧，我哋讲个肥妈啦。嗱，讲个肥妈好快啫。肥妈本身咧，佢有一个好悲惨嘅童年啦，有一个好悲惨嘅成长历程嘅。咁佢咧就原来咧，佢爸爸佢本嚟澳门人嚟嘅，佢爸爸系葡萄牙人，佢妈咪系华人。咁跟住咧，佢爸爸早死啦。咁佢九岁时候咧，佢已经嚟咗香港啦。咁咧嚟咗香港一家咧，七口咧系由佢照顾嘅。佢出去打工啦，出去做码头工人啦，出去咧做文员啦。咁咧就去搵钱养家。咁所以佢锻炼到一个咧，就系不畏强权，系俾人感觉咧就好有好 powerful 嘅一个咧就系个感觉。佢跟住咧嫁咗个老公啦，先生对佢唔好啦，咁就不断生仔女啦。咁咧就系佢过咗一个唔系咁好嘅咧早期嘅婚姻生活嘅。咁跟住当然啦，佢跟住都离婚啦，跟住咧就出嚟唱歌，咁咧就得到香港人嘅认同。香港人咧嘅感受好深，佢唱歌亦都好好听。咁咧唱嗰啲妈妈嗰啲歌咧，亦都好感动。香港人咧对佢嘅过去咧，亦都非常之关怀，亦都非常之感动。这个感情投放咧，就令到肥妈好快红起嚟，好快搵到钱。咁跟住肥妈下半生亦都觉得唔错噶，佢仔女个生活唔错啦。佢另外咧就系佢亦都嫁到嗰一个咧好老公啦，好有钱嘅老公啦。咁佢变咗咧就变相富贵咗噶啦。第一个问题嚟啦。肥媽本來在香港咧，佢嘅出身或者咧佢本質，香港人中意佢本質，香港人佢入到香港人嘅民情裏邊，那個本質就係因為咧佢貼地，本質就係因為佢過去香港人認識同埋咧關懷佢過去，本質就係肥媽嘅率直，肥媽嘅爽朗，肥媽嘅不畏強權，肥媽嘅真話，本身就係咁樣嘅，富有真性情。但係而家肥媽嘅真性情變咗乜嘢咧？去到方舱医院又喊，咁呢个令我怀疑啦。佢以前嘅喊究竟真定假嘅咧？佢甚至话方舱医院嘅环境咧，仲好过咧私家医院7000蚊嘅病房。喂，你连呢啲说话你都讲得出嚟，究竟系真定假嘅咧？任何一个香港人都知系假噶啦。就算我相信连蓝营啊，就算一齐去个红容海恩啊，听到都觉得诈舌啦。容海恩都可能佢自己都讲唔出咁嘅说话。当然咧，成个镜头都唔影容海恩啦。因为咧，依一个咧做戏嘅肥妈咧，嗰个气氛啊，嗰个气量啊，或者嗰个气质啊，做戏嘅戏啊，个浓度同埋嗰个爆炸性啊，高过晒任何人啦，系咪？佢跟住另外咧有一个身份令人更加诧异，佢而家变咗梅州嘅政协，亦都咧就系变咗个博士。嗱，呢个就系咧建制派常日成日出现嘅肥妈，本来好有自信嘅人。他完全咧攤開曬自己過去俾人睇嘅，佢成日由童年成長啦，由婚姻生活啦，由屋企嘅環境啦，由跟住嘅歷程咧，佢基本上係透明嘅，佢俾香港人睇曬。近年就唔係啦，近年開始唔透明啦，近年咧開始唔透明啦。當然啦，佢喪夫我哋都知啦，但係近年嘅肥媽嘅生活咧，佢已經變得好保護自己啦，好咧塑造一個自己咧尊貴。高尚有权力的一个形象，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？他明明出生的时候是出于寒微的，全香港人都知道的，全香港人陪着他一起成长，香港人都看着他富贵，他不需要再芙蓉风雅的。为什么突然间会变成博士呢？为什么突然间会变成博士呢？变成政协委员这个无论无后非，既然他觉得这么爱国，他也多次讲了很多爱国的说话，講住做咗好多外國嘅行為，咁換嚟一個咧梅州政協，咁可能咧都係應該嘅。咁況且政協又捐錢嘅，佢可能已經投入唔少資源咧，去幫助咧佢做到呢個職位。咁呢個我哋唔去斤斤計較啦，唔去質疑啦。咁況且梅州係一個窮嘅地方，咁如果有肥媽嘅資金或者肥媽嘅人力嘅幫助，對梅州嘅發展係好事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呢個我哋 respect 呢件事。但係點解突然間肥媽又要做咗博士咧？一个小六的学历的学生突然间会变成博士。肥妈解释就是说，原来他煮餸很厉害，西班牙有一间就煮餸的大学学院呢就颁了个博士衔头给他，几年前的了，只要大帽跟大家讲的。我又真的不太信，真的不信，真心不信。如果这个西班牙学院在几年前呢去颁个博士学位给你，有没有记录啊？颁博士学位用不用穿博士袍啊？你需不需要去接受个颁奖啊、颁礼啊？当时系冇呢个限聚令嘅，你可以飞去西班牙，或者西班牙个学校咧，直接飞嚟香港颁俾你都得嘅，你俾钱咪得咯。讲白啲啦，几时嗰时有冇俾过一啲记录俾嘅报界咧？
又或者你現在有沒有紀錄給報計看呢？煮餸叻都可以接受個博士學位，咁全香港咪有百幾萬個太太要攞博士，個西班牙學院咪好發達，一個博士學位幾使咩幾多錢啊？需唔需要100,000蚊？佢頒個100,000蚊嘅博士學位俾你，需唔需要你俾錢捐助咧？嗱，如果要咁樣嘅話，唔該你俾埋渠道俾各位太太，或者咧識煮餸嘅男士，等每個人都攞翻個博士學位好喎。嗱，依一個芙蓉風雅啦，即係話咧。對自己已經失去自信了，他呢愛國愛到呢愛國愛港，愛到呢自己完全失去了自信，迷惘了，都不知道自己是誰，是要利用這些虛涵去包裝博士，博士學位，這個真的真令人啼笑皆非。我真的甚至懷疑梅肥媽呢連梅州在哪裡都未知，她當然可能去過梅州，但梅州地理在哪裡呢？梅州的發展缺乏什麼呢？梅州旁邊哪裡呢？梅州有沒有高鐵呢？梅州有多少條高鐵線呢？有多少在建？有多少條起好呢？梅州距離廣州和深圳有多少車程呢？可能這些全部肥媽都未知道。希望肥媽你真的 想清楚，你要動高才不想清楚。你的特色就是你非常貼地，你的特色就是你在香港人心目中是一個香港很熟悉、很親和、很親近的一個就是演藝界的明星。香港很喜歡你，是喜歡你呢，是之前的真，現在呢你變得有點假了，現在你需要博士銜頭去包裝自己了，你需要每一次出來的時候呢都銜頭非常強勁，很大的戒指，很大條鏈，很大很大的首飾，你可不可以貼地一點呢？可不可以呢？昨天你去抗疫嘛，你幫助國家抗疫嘛，你去探這個青衣方艙醫院嘛，你需不需要穿得那麼行行頭呢？需不需要戴到那麼大的戒指呢？是不是應該平實一點？不要就現在覺得自己是一個貴婦，不需要的，你是貴婦大家知道的。其實你可不可以穿得普通一點去探一探他們呢？可不可以真的探一些居民呢？如果你真的覺得那個方艙醫那麼漂亮，不要去那吉房啊，應該理論上方艙醫不應該有吉房的，應該是爆滿的，應該好像就是鄧炳強那樣現在爆滿的嘛，為什麼會吉房給你的呢？是不是為什麼你不去探望居民呢？為什麼你不直播一下探望居民，居民對你有什麼訴求呢？或者等你呢，托你呢去給一些意見呢，給香港政府呢？如果你住進去一個要做公共浴室的，可能走去公共浴室要幾百米距離幾個地方，走的過程裡面要遇到水浸，要遇到落雨，要天雨地要攞落雨咧，全天候咁行個浴室度集體沖涼，依一個係好過私家醫院7,000呎嘅病房。肥媽會唔會講嘢講笑啲咧？